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第32届中国围棋名人战决赛三番胜负的第二局。那么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呢是著名棋手周海洋九段。周老师您好。王瑞您好。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是三番棋的第二盘。对对对，在上一盘当中呢，这个挑战者许家阳呢是先下一城，是现在是拿到了赛点了啊。是是是，应该说今天如果许家阳能再接再厉，那就已经成功的把这个谜语亭给他挑下了，就会诞生新名人。对对对，是吧？是这样的。好的，那么周老师，我们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一起去现场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决赛的这个举办地应该是在这个四川的盐亭市，盐亭县啊，应该是县级。这是连续第四年啊，这个名人战决赛是来到四川盐亭来进行。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许家阳，应该说许家阳的年纪比谜语亭要小两岁，是99年出生的。对，要是的，小三岁。啊，小三岁。哎，谜语亭是96年，他是99年。哦，我一直以为谜语亭是97年的。啊，96年。那谜语亭呢？这么说，已经慢慢的也是成为一个老大哥了。谜语亭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时候是他17岁的时候，啊，当时一鸣惊人啊。现在慢慢的，他的这个后辈啊，也开始追赶他了。对，谜语亭应该说成名很早，哎，所以说呢，这个而且他的成绩也出来的比较早，所以说大家对他来说了解的比较多一些。哎，许家阳呢，应该说是近一两年开始属于一个上升期啊，是或者是一个爆发期。哎，最近的这个，尤其最近一年好像成绩非常好。没错，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一年对他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对对对。他是两次进入了这个大赛的决赛，是但是很可惜，都是一个是龙星战，对一项是 CCTV 杯，结果都是屈居亚军。是，嗯，应该说这个临门一脚啊还是欠缺了一点啊，但是他现在呢又打进了这个名人赛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决赛了啊。对，这个现在也可以说就差这一脚了啊，这一脚踢进门，这个就拿到这个冠军了。是，但对他来说应该说是一个考验啊。应该说很多棋手都是在这个成长的阶段会遇到几个关键期。没错，我觉得对许家阳来说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期。没错，能不能拿到这个冠军，就主要其实不是考验他的棋力了，主要是考验他这个心理的，更多是心理因素了。对对对对对。好，那周老师，我们一起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好的。这盘棋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对，是吧？这盘棋呢是许家阳呢是拿黑棋，交换了黑白。对对对，一般我们是像这种番棋比赛是第一盘会抽先，如果第二盘呢会交换黑白，所以第二盘是不用抽先的。对，然后如果说是三番棋，那就打成平手之后呢，那第三盘棋要重新再拆棋。对，如果是五番的话，就第五盘重新抽。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般是第一盘和最后一盘。就最后打平的话，最后一盘那个会重新拆先。对，嗯，对小将来说啊，第一盘先下一城，应该说从不管是心理还是气势上，对，都是有莫大的鼓励啊。对对对，但是两个应该说这两个棋手应该现在的年轻棋手或者大多数棋手都是喜欢白棋的，我印象中许家阳也是这个采访中是说他比较喜欢下白棋。是的，而且他第一盘呢下发挥得非常好，赢得非常干脆利落。对，那盘棋可能反过来说好像这个米名人啊，好像要稍微的没有，好像没有迅速进入状态。 是有这种感觉。当然这个许家阳拿到他比较喜欢的白棋，然后大概也准备得比较充分，总之他赢的第一盘棋是非常的干脆利落。对，所以这个对谜语亭来说，这个因为输得太脆了啊，这所以说第二盘对他来说就压力非常大的。所以这盘棋其实很有看头啊。是是是。是。开局错小目，然后这个小飞舞有角，这样猛一看呢，这个比较这个复古是吧？我们说的复古就是这个 AI 时代之前的这个传统的布局。对。现在真的是比较少见了。尤其现在这个小飞手脚就更少了。但这个布局我印象中最深的是这个就
擂台赛上，那个小林光一本身就特别爱喜欢下这样的棋。小林光一呢，这个当时我们说六超啊，也是属于日本的，就是当时最顶尖的两个超一流吧，一个是赵志勋，一个是小林光一。小林光一的其实当时的这个对中国棋手的胜率啊，是其实应该是排在日本棋手里头最高的。其实小林光一九段，小林老师跟这个名人战应该是有很大的渊源，是吧？对对对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名人战啊，中国名人和日本名人有个中日名人对抗赛。对，当年这个马晓春九段13连霸的时候，是这样，和这个小林光一九段是有一段这个应该说恩怨史吧。这个曾经是应该说是轰动棋坛，应该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这个深刻的印象。对，最后是一开始呢，马九段呢是。连战连败，而且都是0-2输，是吧？对对对，我还记得这个也是三番棋，对，一试下了，我印象中是连输了8盘。小林老师当时说，不能给这个马晓春老师赢一盘，因为赢一盘他有可能就要赢2盘、赢3盘。是这样。结果果然是被他言中了，被小林老师言中了。对，就是在第四届还是第五届的时候，我记得马老这个。一下子赢了一盘之后，就是连战连胜。对，是这样的。直到最后一届中日，就是中日名人对抗赛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届也是马晓春九段获胜的。是。不过要说起这段历史，周老师，我觉得你也绕不过去，因为在中国这个名人战历史上哈，马老师是非常辉煌的13连霸。是。但是终结。马老师13连霸的棋手就是周慧阳老师这已经是一段历史了、当时是第十五届比赛吧，第十五届、因为第一届是刘老师刘晓光拿的第一届，然后从第二届到第十四届都是这个咱们说的马老师、13连霸，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打破的一个记录。是的。然后呢，我呢比较幸运，终结了这个马老的这个，继续这个创造这个记录啊。当然，其实这我们中国棋手，尤其我们年轻，当时我们的年轻棋手来说，应该是有很大责任，就轮番上去挑战。我印象中有常浩、罗喜和奚小龙，基本上都上去过，几乎都轮番这个挑战了一圈，是吧？对对对。最后终于。周老师，您是得手了。比较那次我是比较幸运。对对，把这个传承下来了啊，是是是，这个我们中国围棋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对，现在呢，转眼间已经32届了。是，应该说这个名人赛还有这个天元赛是中国这个围棋界两个最久远、最传统的两项赛事。对对对。另外这两个项赛事呢，都是我们这个就是报纸啊主办的这个新闻媒体新闻棋站啊，新闻棋站。因为我们这个头衔战是从日本这儿学来的，日本的七大战，很多棋友要是熟悉一下日本的这种历史的话，围棋历史的话，应该知道这个日本的这种头衔战，其实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新闻棋战，他们就本身就是报纸举办的。是，直到今天，这个七大棋战基本上它的主要赞助商还是就各大日本的新闻报纸。对。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名人赛包括天元赛它的诞生，就是从日本的这个围棋棋战这个借鉴过来的，所以当时呢也非常不容易，是由这个人民日报、还有这个新民晚报，天元是新民晚报，对，也是主办的两个传统赛，对，两大报纸。所以说咱们这一看这个中国棋战，你看32届，这30几届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大多数别的棋战很少有这么长的。是是是，这也是我们现在历史最悠久的比赛之一了啊。是是是。所以大家看这个看这样的棋战的时候，其实能够就是想起来很多以往的一些很有趣的这个故事啊，对，是吧？这个历史啊。主要是很有一个历史感，能把我们带进这个棋战，这个非常的就是说，应该说在中国棋界还是这种有历史感的这种比赛，真的是还是比较少的。现在希望能够一直这个比赛坚持办下去。是是是是。好，周老师，我们还是进入棋局啊。对。所以这个小将他们在下这盘棋的时候啊，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觉得会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反正总之这个开局我印象中最。给我印象中，就我当时学棋的时候，第一届擂台赛，小林光一是特别爱下这个。是，难道是有点致敬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吗？下一个这个复古的布局。应该是85年、八几年那时候，那还早啊。那时候小林光一首先特别爱下这个，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小林流，也是他最爱喜欢的。总之这，这就是当时这个布局是比较流行的。后来呢，这个布局其实沉寂了一段。
直到近就是在 AR 出现之前又出现了一段，但是 AR 之后我们就知道有这个挂高挂这个，之后这个是虎啊粘都有，总之这个地方咱们就摆个简单一点的，往上一靠，这个是又沉寂下来了，对。这个也是当时风靡了一段时间，对对对对，然后有这个其他也是风水轮流转啊，这个流行变化是这个最早我们说那个小林光一就是他特别喜欢下的就这个，就这么下，当时他拿黑棋这么下，然后中国棋手就是因为他的官子特别好，当时我们中国棋手呢普遍力量比较就是属于力战型的棋风，对，然后碰到他呢就是说他跟你这么一就是下得特别坚实，然后呢就跟你一收官，当时中国的棋手官子都不好普遍，下着下着就是被人家盘面十目啊盘面八目，因为当时贴五目半，然后就怎么下也赢不了，前面也不用跟你什么力战，也不用跟你就小林光一功夫棋，对，他就跟你这么慢慢跟你就是拼官子，最后拿下给你耗下去，然后就拿官子一就你就下不过他，当时他就这个就是小林光一特别厉害的地方。然后小林光一，我记得当时他有一句名言，他就对中国棋手就输完不服气啊，跟他复盘。然后小林光一就说一句我印象中最有名的名言，这个中国棋手来说啊，他说这个下完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中国棋手这棋还挺细的啊。然后小林光一当时就说这个现在盘面八目还细吗？就是当时因为是盘面六目就赢半目嘛，然后他就是。对，就贴五目半，盘面六目赢了。只要他两目半，他就认为不细了。对，然后他就跟他摆，他说盘面八目了。然后中国棋手就觉得这个还挺细啊，这个。然后他就告诉你，盘面八目还细吗？这个当时是一个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一种自信啊。对对对，这个对中国棋手来说，当时是听到他这话，特别特别的有一种，就是要把官子练好的感觉。当时也是一种激励。对对对，不过我觉得现在对顶尖高手来说，如果说到最后了，盘面八目，好像确实觉得现在是。很不细了啊！不是现在很细，因为现在贴七目吧。啊，对，如果贴到十目的话，对，那就觉得好像确实不算很细了。对，说明大家现在官子水平确实都提高了，是吧？是这样的，是这样。但当时他说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但现在就是大家一说这都笑他。现在写两目半，现在八目确实很细，确实很细。而且中国规则半就还算确实有一定距离。而且中国规则现在是有粘接收后的可能性。嗯，你就是拿的，就是你最后是真正是盘面八目，你是有可能输掉的。因为我们粘接收后啊，对，就是你盘面八目被我白棋粘接收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数子法的话你就是输了，嗯，哎，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历史的这种跳跃感，想起了八目这个故事啊，这个典故，好，后来呢，这个反正这个是当时特别流行的，然后有一阵儿还有拖在这儿也是非常流行的，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这个资深的棋友啊，尤其年龄大的棋友，应该是对这个肯定有印象是吧？这一拖啊靠啊。当时是且风靡了好几年，我觉得对，嗯，哎，就可以去尝这个，然后再猜我来，嗯，反正总之现在呢，大家要知道一点，现在 AR 出现之后呢，都是不是拖在二路，都是往这儿撞，嗯，都是撞在三路，哎，当然这如果在这儿还有撞在这儿的啊，这个总之是往外侧撞，对，比较多，总之现在这盘就是这个守了一个无忧角啊，应该说是有点出乎意料的一个下法。哎，对，尤其许家阳年纪这么小，他下了一个非常老的一个下法，这个复古下法，复古下法确实，也许是他自己有什么准备啊？对，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复古下法，因为现在这个 AI 时代，大家觉得小飞手脚好像稍微要慢一点，对，是吧？不仅是一个去向，可能稍微还要扣那么一两个胜率的点。嗯，这个也许会扣啊。当然，这一两个点可能跟胜负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但是你一开局先这个稍微，往回缩一点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就是我们一般说贴五目半的时候，就是叫小贴目，贴七目半叫大贴目。我们现在就是大贴目时代，就是 AI 没出现的时候就走这个，也几乎现在当时的棋手已经很少下无忧角了。就是当时觉得有点慢了，哎，都是挂了走这个我们说叫迷你中国流啊，走要把这个步调走快一些。当时就守这种小角就已经很少了，当然后面又出现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这个布局是越来越少见了，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许家阳一开局啊主动选择了这个错小目加无忧手脚，对，可能是有他的心得哈，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实战是你一听应该说这个小飞第一挂，小飞第一挂应该说也是 AI 最喜欢下的一步棋。是的，但是这种棋型我印象中还是就是当时这个 AlphaGo 啊是最喜欢这个高挂，然后再靠这个靠上去。但现在应该说阿尔法狗已经金盆洗手了，已经不出现在这个江湖上了。所以现在呢大多数我们说这种下法都是我们的什么决议啊，什么别的金毛啊，对对对，什么里拉什么的对，另外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出现来的一个下法。如果不知道，如果阿尔法狗重新再出山的话，不知道他是对这个局面是到底是低挂啊还是高挂，这个还值得这个探讨啊。对，总之呢这个人工智能呢也是不停的在进化，所以很多棋友一定知道一下人工智能最好下法，但是它跟人也是它一直在进化，它有可能过几天它也变化了。是，总之现在是低挂的确实是多的，低挂应该是人工智能首推的一个下法。是的，它比较偏爱的啊，低挂。黑棋飞，这个飞也是人工智能的下法。对，这就马上好像又回到了现代啊。对。这个以前就是说最早我们说这个80年代或者在没有人工智能出现，这个是必加无疑，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工智能出现的话，几乎对任何职业棋手来说是必须要加它这个字儿。为什么当时就是没有人，为什么没有走低挂，当时都最早都是走高挂，就是高挂它加起来的话，对，比低挂它觉得会更就是速度更快，也会那个更多下法更多一些，白棋这个下法更多一些。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低挂当时应该说加在这儿，甚至加在这儿，对，这两个加应该是最常见的。对，但是现在这两个下法呢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我稍微给咱们棋友讲一下，如果现在还加在这儿的话啊，以前呢大概是黑棋最喜欢的是白棋往这儿接，这是一个特别老的定式，不知道我们棋友们会不会知道。啊，这个定式我还有点印象。这是一个特别老的定式。这个力。再老一点是这个就拐一个，让黑棋靠住。搬了什么再吃这个，后来是先脚尖是吧，对，后来是先脚尖，然后先压，然后就拐这个，好，就这么搬住是吧，对对对，立下去，之后这个应该是挡这个，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遥远的一个定式了。对，大家看到这个形状应该觉得时间至少要朝前推15年，对，15年要有了这个定式。就是这个定式当时呢白棋如果低挂棋基本上黑棋会走这个三尖低加的人会非常多。然后当时呢基本上大家都觉得这个棋啊要尖顶，尖顶呢因为要吃这个角，这个呢如果你退它虎好行，如果你长进去这个就黑棋准备弃子，然后这样黑棋的外面呢配合这个无忧角是非常就是非常配合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当时看起来觉得应该是双方是两分的，对对，是吧，周老师？那现在，放到今天您再来看这个形状，你觉得谁好一些？这个形状啊，应该客观点说是黑棋好一些。黑棋好一些。当时也是觉得是就是走黑棋最外侧的一方好一些。但是当时呢有个大背景，当时呢大家普遍都喜欢实地。就是说从这个配合上会觉得是这个走黑棋这一方好一点，但是呢白棋有个好处，一开始就把一个角给吃了，对，这个是当时所有的棋手就是一个就刚开始啊特别喜欢取实地，包括什么一挂角很少有人就是为什么不夹击啊，后来是韩流开始夹击的，前面为什么这个因为一挂角都是不敢夹，就怕人家点角啊，所以当时呢就是觉得角特别大，当时这是一个固定思维，就是说这个开局不能把对方把自己的脚随便给点了，这个实地先损了之后后面就不太好掌握，对，是就是哪怕是这个局部觉得好像吃亏一点也要先把这个脚护住，就有这种倾向应该是。对，这个棋稍微再多摆这个棋可以，当然这有断啊，最早这个就是当时出现最多的这个布局里头，就是小林光一对这个马小春，就我们的马老师，当时这个下法应该很多有一点这个朱老师现在还依然记得非常清楚、啊、对，因为这个定式在我们那个年代就跟他们现在走一些 AI 定式差不多，就这样这一题，当然这个可以先不走啊，也留点节材，感觉您实在太熟练了、对这个局部。但是现在这个定式呢，我们给我们棋友们摆一下，就是说你知道一下，但是
这个，但是确实现在用的比较少，对，是有点像看这个老电影的感觉。对对对，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大家没有人走监了。那现在为什么黑棋如果三年低加，那你看他现在也可以三年低加，他为什么？他现在是怕，现在怕的都是这种棋。现在 AI 呢下棋很简明，他。对 AI 其实很少下特别大型的复杂变化，对对，现在就是简单一飞就飞压，反正你现在是因为你在低的你更不好冲断，你冲断它长反，这样黑的脚太小了，你要拿不住它。对，如果你要爬呢，它就长一下就完了，它就当便宜了。因为现在 AI 有个情况，它现在低挂之后呢，黑棋如果不走，它就直接就还是飞压。对，还是就是好像在 AI 的这个它的认知里边啊，只要是一飞压、飞压的一方总是便宜的。对对，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概念，跟我们当时就是跟我们刚才解释一样，就是说当时我们的固定思维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脚地啊要先护住，为什么要走这种小的朋友脚？一定要把这个脚地啊护得特别牢，要特别好，对实地特别偏爱，是吧？对对对，当时所有棋手基本上，为什么当时说这个与这个对武功正术的评价特别高呢？就说他宇宙流，就说他跟与众不同啊。对，他这个永远都把脚都让给对方的，所以当时这个，尤其我们说这个已故的这个名义棋圣日本的那个藤泽悠行老师，就对武功正术老师这个评价特别高。其实从成绩角度来说，他就应该比赵志勋啊，比这个小林光一应该差不少，但是呢，就对他评价很高。就当时大家的固定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这个脚，就哪怕亏一点也要把这个脚守住。对，现在反过来呢，就是 AI 呢，它就是像这种棋，它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但是他确实因为他棋高嘛，那就是这么一飞压。对，应该他可能更好掌握中控，他对中腹的这个控制力比这个低水平的棋手要稍微要更好一些哈。对对对，这样的大家也都理解了，因为现在如果你啊，现在基本上是如果说你被他一飞压，就是你加工他一飞压还能成立的话，那你现在也就基本上不用考虑加工了，因为他永远也不，他永远都是飞压，那你这样你何必去加他呢，是吧？你加他也没有用，你裁远点也行。对，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逻辑大家就明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第三间低加，所以我们跟棋友们讲，你一定要飞压这个，他如果冲断，你就跟他长出来作战，这个呢他不怕，尤其在这位置你更不怕，离得比较远，其实现在他一间低加好像他都有飞压过来的，对对对，反正总之他能飞压他一定是会飞压的这个棋，所以说现在呢基于这个考虑，所以说黑棋呢现在很多情况下就是飞或者小尖，对，这两点是比较常见的。对，所以为什么会飞和小尖，我们这就要给我们棋友就说，就是主要是防的是飞压。对，其实但是我们说十几年前，其实我们如果这个黑棋不下，我们当时最怕就那时候也有人走小尖，但那个时候不是怕他飞压，是怕他反夹。所以这个虽然是下法，有的时候你能找到一些起那个以前，但是它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是防止人家反夹。对。现在呢是防止人家飞压。对，逻辑不一样啊。逻辑不一样了，确实逻辑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给我们棋友们要讲清楚一点。是。他飞这个。这样子看似很简单的一步棋，其实背后有很多的这个逻辑啊变化在后边支撑的。对，尤其我们讲这个悠久的名人战啊，有这种历史感的这种棋赛，我们要把它的历史性，包括现在这个技术的变迁啊，要给大家讲明白一些啊。白棋是猜在这儿，这也是、也是一个人工智能推荐的一个下法。接下来点三三。这现在也很少一盘棋没有看到点三三啊。对，要是以前肯定是99%会选。对，这个因为在四线高低配合这个挂过来，这个形状很流畅。对。但现在好像现在说实话看点三三觉得更自然一些。总体来说，这个人工智能的下法给我的感觉是挺分裂的下法，对我们这个棋手来说，其实考验性挺大的。就像这种地方，他是怕人家飞压，所以你好像要把这个头翘起来，好像那个。但是像这种地方，他又是直接就给你把三三给你点了，就感觉两个特别极端的那种感觉。好像这边是一个注重外事，但是马上呢就转为这个特别注重极度的横控，是吧？马上把三三点掉。以前我们会说这种下法你有点这个搭不上边儿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呢，你人工智能的下法经常它就是这么出现的。可能啊，不能用简单的实地和外事去来衡量这个 AI 的下法，它没有那么
那么一个简单的标准，它一定是基于全盘来考虑。对 AI 来说，它没有一个局部的概念，它任何一步棋都是从全盘的角度来出发的。是，嗯。接下来白棋这个 B 是明显的好点，这个应该说是，要按以前的理论，这绝对是白棋非常舒服下的。嗯，因为你这个飞呢，现在还这个地方形状不好，以前还怕人家这种尖，这样还不如尖呢。就按以前的理论。现在他又逼住，然后这个白棋配合也挺好。对，所以这个棋呢，只能说是，许家阳呢，这个是用人工智能的下法啊。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喜欢白棋这一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棋友们也可以学习人工智能，但是呢，你他的那个人工智能推荐的方法，你还是尽量找适合自己的那种棋路，自己理解的，是吧？哎、对对对对，好掌握的，好掌握的。嗯，像这种棋说出来，黑棋这种下法，我挺太难掌握了，我觉得。也还好，反正先把这个实地拿到。但是你这边说实在又是翘着的，其实你这边两个字也没捞到什么实地嘛。对。总之是挺难把握的。但是你看，于婷说我虽然没实地，但是你也没有，嗯、马上打入。打入，嗯，对，什么许家阳？许家阳。哦，许家阳，对。应该说这两个棋手啊，棋风上还是有所区别，我觉得。许家阳呢，我觉得他现在呢，这个从这一年来说呢，他这个棋啊，成熟很多。我看他一些棋谱啊，属于一个明显的上升期。嗯，他之前呢，应该是有点不温不火啊，因为中国的年轻棋手太多了。对，所以呢，他有点不显山不露水。但最近这一年呢，应该确实慢慢的，包括看他的棋谱啊，非常下的已经很成熟。对，是的，现在好像一下子从这个他是99年出生的嘛，从99年这一批棋手中一下子跳出来了啊。对。对，许家阳，我总体的感觉，他现在渐渐的有点像我们说的以前的那种，要是把他棋风归类的话，应该属于均衡派的。均衡派的，比较均衡他的棋风。那小米呢？小米玉婷应该是属于，就是他的棋看主要是计算为主。嗯。首先是算，我能把你击溃了，我绝对不跟你走第二条路。哦。所以他应该是属于立着，就是计算力量超强的，比较好，然后应该属于力战的棋风。嗯。你要均衡判的均衡型的这种棋手呢，一般是会，觉得如果有一个差不多，我觉得可以接受了，他就不愿意再算了，就是我大致就这么定型了，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后面把握好。嗯。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所以说。那这么说起来，可能米玉婷会更愿意求战一些。哎，对，应该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嗯嗯。但今天呢，许家阳也是应该是下的，应该是战斗的意味比较积极啊，很积极。嗯，飞在这儿，这也是还是想瞄着点那三个字。对，这三个字，其实周老师，你说他是后世，也谈不上，也谈不上。但是你说真的想要。也是对他猛攻他，也好像也不太好攻，因为他这三个子啊，毕竟，头很硬，嗯，而且呢，白棋黑棋呢，自身呢不是那么厚实，对，比如说被白棋小尖，对，你这个只能长，这个可能是一个常见的定型，对，然后接下来这个脚上扳一扳啊什么的，扳完这虎还对，还是很有弹性的，对，这种棋形一扳一走就简单这一虎。这就是你一打就有个结了。对，这个就是说，你说它有多薄，你说它有多厚也谈不上，但是你说它有多薄呢，也谈不上。就这种棋啊，是最难把握的，不好把握。哎，这个我可以跟棋友们说，这种棋啊，你想，走好这种地方是非常非常见水平的，很难把握。就是它这个厚薄啊，随时能会变的。对，它不断的在变化。对，所以不好把握。对，嗯。白棋实战是小飞，这个也这两个子，接下来黑棋就要处理了。对，应该说黑棋这边确实是欠的一手棋吧，应该这么说。那正常呢，我们说这个棋形啊，应该是尖完，扎丁，如果正常，我们说这样，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下法。当然，这个确实有点缓啊，作为黑棋来说，因为能看出来，你看这样。我们之前也见过这样的棋风，一尖一跳，这样他一逼你，相当于在这扎钉了一下，确实有点速度有点慢，慢确实慢，但是呢，客观点说呢，你这是本手，这个你这个脚呢，就算很扎实的补住了，但是现在他为了要抢这个速度，所以他等于是走的下的比较撑啊，我们说，那这地方你明显是下了手棋，白棋是飞在这儿，小飞。这个棋呢，要是以前啊，十几年前，我们说惩罚这种黑棋，肯定是100%是走这个尖。
就是如果你长呢，它是搬下来。对。但现在呢，大概好像也是理论上是有些变化，觉得这样呢也没什么。就以前会觉得这么打穿了挺好的，那现在也不是太怕。这样的话，黑棋局部虽然不活是吧？它但是它就是说它往外，它只要朝外这个出头。对，这样它这个跳下面跳这个它也很好整形。对。所以呢，就是以前这个地方也是给棋友们讲，以前是最怕这个下法，但是现在呢，也确实也有人飞在这儿了。这盘棋呢，这个米玉婷呢，就是他不是不会下这个尖啊，他是现在走在这儿，对，是这么进攻，这个也是好像也是 AI 比较认可的定型。黑棋现在靠这个现在比较重要。现在如果你再尖，那就是没有谋略了。这别人一尝，这个正好被人家。我们说有点拿在这个要害上啊，对，这个黑棋很难受，太难受了，不是一般的难受，这个没有形了，对，不好整形，所以这个是手筋，当白棋搬的时候，黑棋就虎下去，这样等于把这个要点给它占了，对，但是当然上面也要被对方拍一下啊，拍一下，对，不舒服，这个确实被拍一下不舒服，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棋呢，黑棋算是顺利的把它做活了，对，这样子呢，局部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白棋先顶。白棋先顶，这个顶也是防止这个将来这个挖呀、夹呀，是吧？对，这种分段的。他现在就是他顶完，他就要尝这一下。他现在呢，如果直接尝，他肯定是怕，对，就是怕人家马上挖，人家可能马上就动手了。如果走这里，再一夹。这个应该说就被分段了。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考试题啊。对，应该特别有很多棋友，如果喜欢看那个天地啊，围棋天地，这个好像经常出。每期我们都有这个问答是吧？索题叫什么这叫什么来？怎么说的？万人金啊，就是一万个人应该都会下的手机。万人金，这叫教科书式的手机。对对对，这个手机请大家要熟悉啊，要熟悉。这个棋你如果你刚开局当中下出来，其实很漂亮的。对，这个如果白棋一长，你马上你会下这一招，这个棋你基本上可以说赢一半了。所以这个对我们很多棋友要学会这样的两边形，这一挖一夹。我后来发现，周老师，就是很多我们出题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就是你一道题教给大家做，可能很多人都能做出来，但是你放到实战当中，就是不见得就能看出来了。对，是这个有这种情况，包括职业棋手也是，就是你平时做死活题，包括做一些手筋题啊，做得很快，但实战中你就明显就是其实。有的题型差不多，但是你又做不出来，这个原因我倒是想过。他为什么呢？他这个因为实战的时候哈，没有人告诉你这是题目，对，所以他有的时候首先没有那个警觉性，对，他没有这个警觉性，他直接就过去了。如果你在平时我们把这个题给你出来了，你首先你肯定知道这是有答案的，然后你知道有答案，你就这时候你就拼命去想，你应该是能想出来。但实战中没有人告诉你这有答案，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功夫不够的话，你确实很难发现。对，所以这种都是基本功，是吧？对对对。对于米玉婷她来说，这个是不能错过的啊，是不能错过。所以她顶一下。这种简单的，交换一定要走到。好，这个黑棋现在这个脚步是一个静活吗？这个应该我们有个说法，这个就是白棋以后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黑棋啊。白棋想吃黑棋的话是应该是侯这个立个，这样黑棋会挡住。对，这个形状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棋形，对对对，这个应该如果能说出你名字的话，这个棋友你也应该有一定基本功了，这个叫金龟角。对，正常这个棋形应该是里头应该是个打劫点进去了，但这盘棋呢我们先肯定不是打劫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棋啊它这个立是肯定是先手，对，这个搬了这个，所以它有个立，这肯定是静活，而且还是带着木的活，另外一个大概有个搬大概搬是不是也有个搬大概是打劫，有个搬大概点进去，这个真的也是基本功，周老师，有两个搬应该是静活，有一个搬是打劫，但比直接没有搬要劫好一点，有立是肯定是活棋，所以这盘棋呢是肯定是活棋。这个金龟角虽然看起来这个空间不太大，但里面变化特别复杂，挺复杂的，对，我觉得这个真的你要去特别去背下来啊，都不太好背。它还有个，你跟外面，因为你外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不同。对，还有一个情况，它是跟气有关系。跟气，现在就是这盘棋跟外面松了好几口气，就差别的。有的这个棋形啊，这外面比如说一条大龙跑了特别长，松了十几口气，
这个一形状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直接点进去，有它脱鲜你也不见得吃得掉它。嗯，但是就是脱鲜你未必能吃掉，但是它走呢它也未必能活，就属于那种情况。有金龟鲷有很多种情况发生。那么这个形状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嗯，基本是活棋。这盘棋它肯定是活棋，因为它这盘棋有个力是肯定是活棋。嗯，好，那现在黑棋呢先把这个角处理好。嗯，然后白棋是白棋点在这。对，这个也很凶啊。对，这个就我们说的属于就是像主动挑衅是吧？对对对，这个就是棋风的问题。嗯，哎，这个如果我猜测，啊，如果是这盘棋黑白颠倒一下的话，徐家阳未必会走这种棋。嗯，哎，他会走在这儿，因为呢，这个呢就是说他想瞄准一下黑棋，哎，对，然后呢想最大限度的这个延伸自己的这个势力，然后呢缩小黑棋。对，但其实呢，哎，不走也没什么，我觉得，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啊，刚才我们说这个导致黑棋是要靠这个力的，可以说有可能是要靠这个力来进活的。嗯，那可以这么说，白棋这个猴是一个有先手味道，哎，可以这么说，我一猴你这个力就变成后手嘛。嗯，这样呢，其实这个地方的目数非常小的，这边多一个子之后，下边黑棋其实双方都没有什么没什么走的价值了。对对，就是这个地方，你想我这还有虎，这个你想围也不想。周老师他点在这儿，一方面是进攻，是不是自己也是要找一些这个根据地啊？是，就是说他这个想法，就是他想的走的最撑的一种下法嘛。但是呢，想要攻守兼备啊。哎，对，但是这种呢，就是一般的，你要说我们说金文型的棋手，一般这没他没这个思路，他都不想都不会想。只有这种像迷亭这种棋风，他这个就会才会想到这种地方。比较凶。哎，比较凶狠。嗯，黑棋呢还是立了一个，交换之后，现在再尖回去，再尖回去。嗯，嗯，他也觉得这是一个调子，可以这么说。啊，黑棋，这个徐家阳走得非常的坚实啊，小跳，嗯，小跳，这个是够稳的，这个很稳啊。嗯，一般想的总想出头快一点，是吧？嗯，因为现在白棋这边很厚了，你跳在这儿对他，难道还有什么冲击的想法吗？暂时没有，因为这两个子现在可以不要。哎，嗯，这两个子是可以不要的。对，所以这步棋还是比较稳健啊。稳，这个很厚实，这个还是属于符合他的棋风。哎，徐家阳的棋风还是很厚实。这个米玉婷九段是走了一个，对，补了，自补了一手。对，自补了之后，我们刚才说这三个子呢，本来说这个不薄也不厚，嗯，但是补了之后现在已经很厚实了。哎，应该对，是吧？就补一个就这个活棋是最厚的嘛。对对对，这个棋呢，应该说我觉得下到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白棋还是比较流畅的。我觉得就我个人角度，我是比较喜欢白棋的。嗯，因为黑棋这个没走。嗯，黑棋说啥就两个，这就是几个三个小角，不是，实际上不是说有那么的大感觉。对，那白棋呢，你看这也有点木，这也有些木，白棋木也有一定的三个小角。嗯，啊，但是棋局现在还早，还漫长。对，但是我们说现在是一般是大贴木啊，大贴木其实你的负担很重的。另外白棋呢，现在黑棋这块还显得应该比白棋这个明显还薄一些。嗯，所以说白棋应该已经是活棋不成问题了。嗯，黑棋现在你暂时还没有说明显的两只眼啊。对，还是要薄一些的。应该看上去白棋比黑棋厚一点，白棋的眼睛要好一点。好，接下来小尖，这个也是很大的一招棋啊。嗯，有一手棋的价值。这个时候米玉婷开始抢失地了。嗯，开始小飞一个，主要是就是防对方点角，所以小飞现在是拆在这个位置，拆在这儿，这个位置比较有意思。对，我们一般周老师第一感是肯定是逼紧一点哈，嗯，棋感是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往回退一路呢？这个他逼紧嘛，他肯定是怕别人打进去啊。哦，但是呢，这个你就是我们这一代棋手啊，就是只有两个感觉，就是要不逼在这儿，嗯，要不就是缩回来。对，就是很少有这个走在这儿的，就是也没过来也没回去，就这个感觉的，就这就是有一种那种时代感。现在的很多棋手就喜欢下这种棋，包括 AI 有的时候也会下这种棋，就是这个是时代的这种感觉。就我们那个时候就给我们学到的东西，这种知识要不就直接逼到头，要不就是干脆回去，我以后再慢慢的猜在这儿。这个就是黑白分明啊。哎，对，这个我要不进一步，要不就退一步，
是一般我们会说这个时候有点中途半端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棋子就是对，原来觉得中途半端是一个不太好的这种下法，对对对，现在可能这个不远不近，中途半端可能是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是吧？这个很均衡的下法。对，就是现在这种棋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时代感的一步棋，应该这么说。这个到底好坏呢？不好讲，是不好讲，还是要看这个最终的结果，看实战。对，应该说这个棋呢。嗯，这三个下法应该客观上说啊都可以啊，嗯，但是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呢，就是要不进一步，要不退一步，对，或者高一点，是吧？高一点，嗯，也可以，嗯。这个猜在这里，猜在这里，因为猜这里呢，说一句实话，白棋真的是打进来，黑棋也是吃不掉这个子的，对。啊，你比如说你尖。这个当时一尖，这个一尖应该是不好吃了，不好吃，嗯。我们看实战这个，但是呢，就是它一尖呢，它是形状也不是太好，白棋，哎，这个米玉婷是打在了高位，打在高位，嗯，这个也是应该也是说，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有了 AI 之后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棋，我觉得。在 AI 之前是不会出现，你打谱的话，你很难看见，就是很难看到这种猜，这步棋就更难看到了，打在这个位置上，要么就是直接打进去，是吧？要不就不走了，要么就走别处，走大场，这边上面开叉也很大。对，就是你真是你不准备打他了，你也是会走在这个位置上，就说我下步要靠，我要不靠在这边，对，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是。就这个棋呢，你也是跟这个棋啊有点相似。你说它是打路呢，也不是打路，说是前进一步，也不是前进，退后也不是退后那感觉。那，现在的棋呢，特别多这种棋，更自由了吧？能不能这么说？对对对对，现在棋真是大家可以想怎么下就怎么下，就是更自由了。是是是，这个反正是打在高位，那你黑棋也没有心情这个度过吧？拖正常就是拖过，哎。那白棋肯定是不怕你拖过的，才打在这里的。是，但是拖过就以前，你像我，要是我下的话，我这一秒钟都不想，我就给他拖过了。现在就拖过吗？对啊，我这有什么不能拖过？就是成帝了嘛，就是相当于坚持我爬过去嘛。我觉得啊，他打了这儿，如果黑棋拖过，嗯，如果拖过，我觉得是一种特别自信的表现。真的，就是你对手，你不管你怎么下，我就按我的节奏来，对吧？对。但是有的棋手呢，一方面。就是或者说你们俩达成共识不能拖过，或者呢就是说你认为对手既然下在这儿，你就不能你就认同他的下法，就是两种可能。然后我看这个徐嘉阳是没有拖过的，因为他们现在大多数的职业棋手都跟人工智能进行这个交流啊、学习啊，嗯，所以现在人工智能就是都是喜欢这种，然后呢也是基本上反击的偏多一些，应该是。如果说现在的一些老的职业棋手没见过人工智能啊，如果说是穿越回来的话，肯定大多数80%都会拖过，先拖过是吧？先拖过再说，这个地方这个很舒服啊，很舒服。就你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啊？这步棋其实周老师真拖过了，也不见得就不好。那是的，是吧？他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因为围棋的变化实在太多，应该说怎么下都可以。是，只是呢拖过呢会觉得有点普通啊。除了一些就是这种特别，就比如说对杀呀、死活呀这种，就是一锤定音的地方，其他很多时候，其实主要你大方向正确，具体的悬念，比如说现在刚才这几个点，也许啊，让人工智能来打分的话，可能差别都很小。对，你的大方向都是对的就行了。现在确实是整个主要还是掌握在方向上。黑棋也是这步棋也是很有人工，也是人工智能喜欢下的一步棋。这一点，这点如果说白棋就这么随手挡上，黑棋是要贴起来吗？黑棋还是他的意图还是不想这么简单度过，还想对白棋呢先发起一轮进攻。应该是，如果你要说你这么拖过，那就这两个也不见得便宜。他应该是要这么贴起来。他如果要拖过的话，将来也是可能不会点在这儿了，要进来也至少大飞进来。至少他没必要走一下。是。他应该是你如果挡他就顺着贴，如果你搬他就顺着搬出去。对，实战呢白棋也没有挡。应该说这个地方就是两个人啊就是进入了这个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种这种状态啊。应该说也是高手相争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比拼的也是一种气势。这个不能按照你的思路进行。
他是病，这一病的意图，哦，他是在防这一带吗？跨段吗？嗯，有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跨是吧？对，这个不走一跨，有一个跨，对，确实有一个跨。要冲的话，我这边一弯，对，是有这个气，所以先守病。哦，那将当时他跳在这儿，还是有后续手段的，有后续，是有一跨，对。这个并一个本身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形状，我们一般说双的形状还是比较好的。对，反过来如果说黑棋以后做活的话，这个虎在这儿也是一个好形。嗯，这一虎马上就出眼了。嗯，哎，这个形状白棋也不是很舒服。对，哎，另外一个王林你说的这个跨也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步手筋。像这种飞的这种形状跨是往往是一个非常锐利的一手棋。对，要点啊。很多棋友一定，对手有飞的形状，一定首先要想到跨，对，往往跨成立的时候，往往是一步非常厉害的一个手筋，可以先考验一下对手。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大概主要还是想加强这边，加强一下，嗯，但是这个双和黑棋飞交换，嗯，黑棋也是，我觉得可以满意，黑棋可以，对，黑棋速度上会快一些，好，翻，翻。啊，这个白棋简单交换两手，现在是上面尖冲。尖冲。哎，我就觉得这边难道不大吗？他觉得这个应该说不大是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说黑棋是活棋，嗯，那白棋反过来啊，我这个猴呢，你是肯定是先手活了的话，那我就不见得会猴了，他有可能会搬。我们这么看啊，搬粘肯定是先手，这样呢，应该很多棋友要一定会吃啊，这个就点在这儿吃。对，他力是先手也没有用，有了这个力也没有用，这样黑棋是死情，搬粘是先手，哎，这个棋黑棋不能脱先，对，这样你只能病活。那反过来呢，如果说我如果这个不是木，我这个有可能会用猴，嗯，猴的话当然是个打劫呢，但是我这边不是木我也无所谓啊， 对， 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猴是有一定的先手味道。那这样呢，你能看出来这个其实目数也确实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大，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是吧，嗯，所以说他不走也是，就是说也是可以，能觉得这个还是也算合理是吧，合理可以的，嗯，好的，我们看啊，现在先冲，嗯，他贴起来，这个白棋的速度还是他是强调速度，嗯，这个棋黑棋爬进来、嗯，爬进来也是，我觉得还是很大的。这个肯定是这样，你不走呢，我肯定得走啊，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这你都不走是吧？都不走呢？你如果大家这个你挂三十手棋，你说都不走，那这步棋肯定是臭棋。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步棋肯定是臭棋。就你走了一步棋，然后呢，你本来想要个先手，结果别人可以一直拖先三十手之后，你也不去往下走的话，所以你这个前面那手棋肯定是有问题的。对，肯定效率不够。对。所以他这个现在呢，从这个我们说思路上，哪怕是不着急，跟着往前走，这个贯彻意图是吧？对，何况这步棋本身也是还是有价值，有价值。哎，这没有，嗯，因为这个白棋，其实这么说啊，这块白棋虽然子儿挺多的，但是你也没看出两个眼在哪呢。对，嗯，白棋小尖上去，小尖，嗯，白棋长。长的时候，白棋现在是尖在这里，尖在这儿的意图是不让他不过吗？嗯，这个应该是想先手便宜一下，哎，这应该是这么理解啊。但是他这个次序，我觉得本来不走这个，应该尖的可能性应该是先尖是吧？先手尖，除非是怕人家搬这个。这个会吗？这个也对，这个好大，上面搬到二路。就正常来说，这个尖应该是白棋的权利。哎，哎。就是他只是说这个尖的这个时机很奇怪，就是他正好他长的时候才去尖，这个黑棋真的是没有心情硬一手，我觉得就之前你如果之前尖啊，他应该会硬，80%会硬，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我长的时候你来尖我，这个按我们说法就是麻对方一下，你这个有那种反击的心理，有反击的心理。实战许家阳虽然说很均衡啊，嗯，但是也是按耐不住，现在反击了。对，这个有点像对方这个挑衅，哎，挑衅，这个确实有点那种挑衅，就很想反击，很想反击。但是这样子就形成转换，嗯，形成转换，现在是白棋又转到了脚步，嗯，对，把这个脚现在是原来是黑棋的无忧脚，现在白棋啊，嗯，
姓白了，是吧？对，这个棋应该说，他俩棋风啊，总体来说肯定是米亭偏好实地的，但一开始呢，这盘棋呢，也我这么看，徐嘉阳是有一定策略啊。对啊，他前面先捞了三个角啊。对，我觉得他这个无忧角，这个错小目加无忧角，就是防止你把他的角拿走。哎。然后你的星位呢，他再来点三三，哎、先把你的实地先拿先捞掉，针对性的这种策略。哎，是有你说的对，有一点针对性的这个下法。嗯。哎，米亭的棋风还是比较喜欢实地，然后呢，他计算非常快，然后呢，你要是他把实地捞完之后呢，你围大模样的时候，他也是一下进去，你也是拿不住他。嗯。哎。然后呢，就是抢地抢得非常狠，他一般的棋，所以呢，现在看呢，他又回到这个，又回到了熟悉的这个配方。现在白棋呢是就是能看出来，他是现在拼命的抢地，然后让外面全让给你了。对。所以下着下着还是得回到这个熟悉的这个步调。这个叫什么？本性难移是吧？对对对。啊，现在黑棋这个棋应该拆过来，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大场了。对，因为他要配合这个后势嘛。嗯，因为白棋毕竟把这个角地啊十几目棋给拿掉了，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自己有五六目棋，所以黑棋必须得掌握实地平衡。对，只是说这个选点的位置，会有可能会有些棋手会产生一些分歧。嗯，这个就要看你的力量了。有些人呢，就是说，你看这么长的一根棍子，咱们肯定至少猜得远一点。那有些人就是有的人有可能甚至都挂过来都有可能啊，但是能看出来徐嘉莹还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棋风。嗯，你看猜在这儿，这应该是可以说是最小的一步了，不可能比这个再小，不可能，应该是找不出来能比还能这个就太近了，对对对，太近了，应该找不出还能比猜比这个小的人了，我觉得这个拆在这个正中间应该我觉得是本手，嗯，是吧？对。但是会有别的棋手会更积极一些，对对对，甚至我猜测有的人是真的是会有人会挂过来的，但这个呢就是属于步调最小的一步下法了。对，嗯，这个黑棋白棋拆过来是好点。对，这是一步，就是为什么他在这儿，那白棋肯定是要逼过来，这是一个明显的好点，这个也是黑棋比较难受的一个地方。嗯，接下来黑棋这个走了一个这个叫象步，象步其实是能看出他是想扩张啊，中央，嗯，扩张中央的选点，其实如果把这步棋拿走的时候，确实也不太好选点。对，就许家阳选在了这个象步，这种象步飞上。嗯，象步呢就是棋友们要注意，就首先要防角，一定要防人家穿象眼。对，那这盘棋呢他应该是不怕，你如果穿象眼的话，哎，他这冲过来就直接冲过来了，嗯，再冲过来，这样暂时白棋是没法联络的，你这个他应该这搬了打，这应该是有先手位的。对对对，这个你他就这个打过来你有点受，暂时不敢是吧，他是肯定是不怕他穿象眼的，哎，他你正常的飞呢他就觉得小，走在这儿呢他觉得这地方人家有砖，这个好像是有漏风的，嗯，有漏风，所以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又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很中庸的位置，是吧？一个很中庸的位置，对，这个是比较本分的一个下法。白棋也是自己先防守了一步，防守了一个，这个飞之后，因为白棋自己这块这条大龙啊，嗯，还没有特别明显的眼位，所以防守一步还是我觉得有必要的，有必要，对。现在小尖，小尖一个，嗯。这个棋呢，黑棋是还是想办法是想扩张这个，还是继续扩张？对，这个小尖应该是也是一步好点。哎，这个棋如果不走的话，白棋这个飞过来是明显的一个消长的要点。嗯，所以黑棋呢，先手能走着之后抢到这个，应该是还是非常的，就算黑棋也是达到目的了啊。反过来呢，这个米玉婷现在他这个能温柔的补一个，应该证明他对形势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对，至少觉得不是那么不用很着急，对对对，就是我可以跟你慢慢下，这个他这个态度你能看出来了，你要是按他的这种棋风啊，如果说他觉得这个棋啊形势非常接近或者怎么样，他是会抢这种棋的，就他那种棋风是会先抢一步的，嗯，这边你这怎么算不清啊，这地方你来吧，就是
在拼力量了、啊、哎，对，咱们在拼力量，您能拿得住我吗？这个就他的棋会有这种倾向的，对，但这盘棋你能看出他非常稳健的走了一个，那能看出来他对现在的形势判断上是比较乐观的，比较乐观。 嗯应该说前面黑棋的步调是有点慢，哎，这个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个已经有一局在手之后，拿到赛点之后，徐家阳也想把棋下的稍微稳一点啊？对，但是这个对徐家阳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他为什么老是插着临门一脚呢？就是人、嗯、这个任何棋手都是到这个，就是本来呢一开始我没有想到拿了冠军，我这个棋啊就是前面一直在冲击的时候，对，冲击的时候冲劲很足、嗯、啊，他其实他能一路啊这么多比赛踏到这个决赛，其实已经是实力的证明了。对对对，但是就是往往你看到这个冠军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就有这个就会产生变化，嗯，会有波动，对，这个时候就会对你。就是怎么说呢，会不自然的就影响到你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到了决赛不仅仅是一个实力上，其实大家实力已经非常接近了。是是是，你像这个徐家阳啊，能够赢芈玉婷是吧，第一盘赢芈玉婷、嗯、已经是说明他对跟世界冠军这个差距啊、嗯、或者已经说没有什么实力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了。对，所谓的差距可能就是在这种大赛上的经验啊，对，心理啊。他这个名人赛他赢了很多强手，包括姜维杰，包括连笑，他都一路赢过来的。对，所以说他不存在要证明自己实力的问题了。其实许家阳跟芈玉婷啊在这个比赛之前、嗯、他们俩交手战绩许家阳是没赢过的啊、哦、所以他在第一盘赢了觉得已经是一个突破了。是是是、嗯、就是他主要是就是看到这个冠军的奖杯的时候，对他来说其实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个、一步之遥的时候是吧。所以我们就说那个一层窗户纸、啊、对是吧，对对，就看他能不能捅破了。对，但从现在看呢，反正他前面下的我觉得是挺保守的。嗯，有点保守啊，偏保守。芈玉婷先在这个二路飞一个，这个又捞了一票是吧，捞了一票，这个很舒服。嗯，这个捞一票之后看看接下来啊，很稳啊。芈玉婷看来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表现。嗯，你看他这种飞啊，这个小尖啊不急、嗯，对，不过这个小尖还是有必要，这个如果不走的话，它这个打入应该是非常厉害啊、哦、尤其是这边飞了之后是吧。对，这个白棋你变重了，对，你这个对你飞了之后确实变重了。嗯，所以它要补一个。那么你白棋补了之后，黑棋应该是继续扩张中府吧。嗯，还是飞，对，他现在就是说他大概是，其实这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走着一下，如果能走着一下是比较哪个地方能飞一下啊、哦、但飞他多半是怕对方冲断，怕冲断是吧、嗯、如果要能飞着一下会好很多，但确实冲断 有些损控啊。嗯，有点损控，虽然上面能够打吃便宜，但还是有点损控，有点损控。嗯，没想好这个确实没有想好、嗯，他是没有走。飞的话他应该是怕对方冲断，是、嗯、如果他飞对方只是挡一个，那应该飞一下，那是先手便宜了。嗯，飞这边白棋还是补了一手，白棋也真的下得很稳健、嗯、这个补是有必要吗周老师？嗯，他其实不是补一个，死活上肯定没问题、嗯、他主要是他觉得应该是先手，我猜测啊，他觉得走一下应该是先手、嗯、不走呢他觉得呢被他飞一下不舒服。哦，哎，你走不走，你挡让他顺着长，他本身觉得这一下你有可能被搜刮是吧。哎，也不，反正就是说我这个走一下，我如果说白棋能先手飞着一下、嗯、那我不是空间又大一些吗？对，跟死活上应该关系不大，他主要是从目数的角度来考虑的、嗯、这块白棋呢活棋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搬，我们刚才说搬粘搬猴还有搬虎，这个他下面应该是还有眼位的、嗯，所以说问题不太大啊。这边应该黑棋你还走不好，我这地方如果我先走白棋也是有眼位的。好，我们看他主要还是想当做一个先手，想当先手，就说你再扩张呢，我这个他觉得跳出来也差不多。哎、嗯，本来我这么跳出来，哎、现在我是这么跳出来，他觉得这应该就是我的一个先手交换，所以他走一下。嗯、好，飞，黑棋先搬啊，黑棋搬掉。搬了之后现在挡住，果然啊、嗯、确实是先手，黑棋也下得很稳健，他现在搬掉之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啊，这个地方如果白棋投出来跟死活没关系，白棋是有一定可能性有穿的。嗯，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这么穿过来啊，如果说我这个头在外边，那你扳我就粘回去了，所以它这个它如果头在外面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怎么说也是有一定，还是这个地方是不干净的。现在扳了交换之后，这个打它穿象眼基本就没有了吧？基本没有了。这个它基本没有，它这个棋，它扳一个就是防它那个穿象眼，可以这么说。好，现在白棋飞起来，飞这个。飞这个也是一步好点，这个棋呢应该说双方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收官，也怎么说呢，进入到中后盘了，应该是这盘棋好像倒是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对基本上进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对，或者我们觉得是不是觉得黑棋稍微有一些步调稍微会缓一点，有这样的感觉啊？有这个感觉，确实有这个感觉。那接下来看看，黑棋现在许家阳是拖在了二路。这步棋好像和他之前那些招法，对，还是要积极不少了。是，应该说是徐家阳现在应该是要找出一些办法，必须找一些办法了。那么周老师，我们要不要先暂停一会儿啊，先给大家一个休息的时间，对，稍微品一品这个二路托，是吧？是啊，那我们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天越围棋精彩尽在天越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非常漂亮的二路托，是吧？许家阳也是之前的这个下的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稳健，是吧？可能有点稍微过于稳健了，对所以现在要想一些这个非常规的手段，是现在他需要想非常规手段，也是想要在这个目数上要占点便宜，是吧？对如果说白棋就这么搬的话，他肯定应该是搬起来，就搬起来，尝一个，这样的话黑棋就当做便宜了，这样你这个明显重复，对，如果你吃呢，他这样在上面吃，你提他打，你粘呢他再打这个，对，这就是他的那个意图。这盘棋呢因为也没有，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明显的战斗，所以好像已经进入一个很快就进入这个中后盘要收官子，是吧？是这个功夫棋的一个局面，对。他这个棋呢其实本身呢他碰这拖二路呢和碰三路应该效果都差不多，他碰这个大概白棋也应该是会下扳，因为上面有子儿的，所以他现在可以抢下面，所以呢他其实呢他拖完之后白棋扳这个呢再断他也是要断，像我一样差不了太多，这个时候就关键就要看下一步棋白棋成不成立了。白棋应该是你说的是长，对，这步棋应该是最狠的一个最狠的下法，最狠最强的下法，对，你比如打这个肯定是最稳的下法，也是最缓和的下法，最软。另外呢你还有这种，你可以如果说你对脚上不放心，你还可以上面打了爬，这个也是有的，对，这样呢黑的有可能就弃子了，这样尝一尝，这也不怎么说也是黑棋算是有所得，有所得，对，所以白棋单尝呢是最狠，对，这个就跟你说你没有任何利用，然后呢脚上你还是死的，这个就是比较狠的下法了。所以说这个棋白棋确实现在是可以尝一尝，因为这个棋呢就是说你要防它往这边点，对，可能不能做活在脚上，但现在这个边明显白棋子力非常多，应该是太厚了，问题不会太大，这个你拖我甚至都能搬进去吃你，所以说这个你现在不能往里头去，所以说这两下呢用处就这两下，它的意图它是走外，对，黑棋看看黑棋的用意啊，这个两步棋不能白白的就损进去，是吧？对，这个应该是跟它是一个相关联的一个下法，对，靠，再搬，然后再连搬、这个、连搬，这个是徐家阳一个他的一个策略啊，手筋是吧？当白棋打吃的时候，这个时候徐家阳是反打，对，这个反打，这个现在明显是要对方，你如果拔花的话，对，那么他从这个三路打吃过来，3路打吃过来，这个子刚好就被吃掉了，是吧？没被吃掉，但是你可能也不太敢跑，你可以跑，对，可以跑，这个欢迎你跑，欢迎你跑，给你来一个世纪大滚包，对。
这个应该说你跑了还不如不跑。这个很多棋友应该是，这个他可能挤在这里就行了吧？可以。挤在那都行，粘也行，恐怕粘也行，粘的话，你这个瞄着这个穿象眼啊，哎、对，要不穿象眼也很厉害。对，这个白棋不行啊、嗯。如果你跑，这个马上就暴露你的这个实力了，应该这么说。对，所以这个这里呢，打吃的时候，白棋黑棋打反打，白棋也没有敢提。嗯，对，这个你提呢，他翻吃这个，你虽然提花很舒服啊，但是。这边被黑棋吃了也确实比较厉害，那个损失可能更大，是吧？所以白棋虽然我们很多棋友啊，那个听说过这个一个我们以前说的一个这个谚语叫“中央拔花三十目”啊，什么什么是六十目还是三十目？三十目是吧？就说那很不能再涨价了。但是那是在刚开局，你看现在都已经下这么多，这时候拔花没错，就是这个拔花啊，越早拔这个价值越大。对，到后面这个价值不断的缩水，是吧？是，这个时候你还说我们这还。什么几十亩那没有，这个时候还是实惠上，对，要看这个怎么实惠怎么来。对对对，黑的确实也现在对黑棋也是有所得的，黑棋也是拔了个花，对、啊、但这个拔花呢，这个稍微这么说吧，位置上稍微差了点，拔到这边肯定舒服一些，现在拔到这边那个价值是大打折扣，因为这边白棋很厚了、哎、是是是，关键是白棋能把这个子粘回来，对，这粘回来这边等于就是相当于是漏风了、嗯、这个地方，嗯，然后黑棋现在小尖，嗯、这一尖也是一个考验啊，考验一下白棋。你是挡还是怎么办呢？如果挡的话，就这边是有一个有挖是吧？有个结，有个结，但是也不、就是也没有不是一个不是特别严厉的结，嗯，但是是有个结，它大概是有个结的味道，它应该是这么有个这样的一个。就如果说黑棋这个能够全部这个结打赢的话，对，就是说这个假设说啊，比如说、好像确实也不找不着什么劫财啊，这大概有点，这是不是劫财？对，然后这也许 这有可能，就是说这边下下这边有可能会有劫财、嗯、他至少他是这么想的、嗯、他有可能不见得会马上走，他有可能先走别的地方，是这么想。对，这一家、嗯、这个基本上把头是封进去了，但是就这个就得看劫财了，这个白棋前面也能提，加在这儿啊，加在这儿就要看这个冲了提这个、嗯、就是说如果一旦被全部被黑棋撑住，那也很厉害，那就相当于黑棋白提了个花，那就厉害了。对，就我这个头要是完整的封住，那我就相当于白提了，那白棋是受不了的。嗯，当然这个就要看劫财了，这个劫财至少说挡的话、嗯、留有一个这个打劫封锁的手段 是吧。嗯，但是呢白棋是可以挡的，因为你有这个手段，你得马上走啊！你不走的话，你要走个官子，我马上，我这个已经马上出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棋了。刚才我们看、周老师，我们看劫财，好像黑棋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劫库啊，或者说是就是劫库，我猜大概只能在这儿。但这个，你打拔是先手吗？打一下是先手，再提会是先手吗？那他有可能就觉得，那他就提呗，谁知道？反正我是看不起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下的话，我，你说让我算两手，说把这个吃掉，就是让黑棋下两手，就是这个难度挺高的，太大了，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个因为你外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太宽了、嗯，外面这个封锁还是太薄了。对，但实战我看芈昱婷是立在二路的，对，说明他没敢打。对，这个棋呢，应该说就是他肯定还是觉得形势不错。嗯嗯，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走在这儿意图差不多，就是他现在，哎，他觉得形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嗯，虽然这个打劫有可能不怕，哎，但是呢，万一这个有什么变数的是吧？对，他就选择一个比较保险的下法，就立在二路。打劫，我们一般这个劫啊，是在我们围棋中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你要别的棋是没有这种，就是你别的什么国际象棋啊、中国象棋，它没有劫的这个概念。是这个劫呢，在围棋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而且呢，劫呢应该这么说，最有变数的，变数最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说有一个那个。有个也是有一句话啊，叫低手怕打劫，什么高手擅长打劫，就是打劫确实很难掌控。是，哎，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印象的说对付人工智能要跟他怎么要打劫。确实，这个人工智能刚出来的时候啊，刚面试的时候，好像他是尽量是不选择打劫的下法。对对对对对，因为当时他是阿尔法狗出那个下的棋，他就很少，他能不打劫就不给你打劫。当时就觉得会不会他
这个人工智能不太擅长打劫，会有这种大家会有疑问这个。那至少说明打劫它是在它的这个可能在它的胜率这当中是比较低的，它尽量能避免。反正它是如果有办法不打劫，它是基本上都找不打劫的办法。对，但后面看大概它也是能打劫，也没问题，也问题不大。对。对但是迷亭这么下的，立在二路，虽然局部是损了，那被白棋黑棋一歼，还是黑棋便宜了，便宜了，这木便宜不少。这个我们初一看就有三目棋啊，对，因为这个你以后有可能收回去的。我只能说这个米明人现在还是比较乐观的，比较乐观，这个能看出来现在确实比较乐观，而且米玉亭要乐观的话，对这个许家阳不是好消息，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米玉婷的棋风是，就按我们那个职业棋手来说，他是属于比较撑的那种棋手。对，他是一般是不会轻易退让的，比较冲哈。就是我能冲就冲，就是我能，如果说算到轻的话，我是绝对不会退让的，不手软的。就是说他现在他退让，他就是证明他的心态，就是他觉得应该是我的理解，他应该是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明显，十拿九稳，有点就是比较明显的，他才会退让。你反过来像许家阳的棋风，他有可能这个地方我算不太清，我就干脆反正形势差不多，我也可以退让一些。这就是两个棋手的那种棋风的问题。但是现在呢，米玉婷呢，他现在退让，这个对许家阳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不管怎么样，他先接一下还是便宜了，便宜了。接着跳，这一跳好像还是在扩张中府啊。现在呢，黑棋啊是有一些迷茫的地方，就说这块呢应该也是他一个基本控，但是他现在这个打进来了，这他从道理上还是要围这边。现在黑棋有一些难办，周老师，你看这个头啊拐出去之后，对，想你封是封不住了，但你围这边，围这边。这样你这拔花的效果就越来越差了。你的对手顺势跳出去，你这个拔花，搞不好你还得自己跑出来逃孤呢。是，所以他现在是有一些难办。难办，但是他现在另外一个，他这个拔花啊，我们说拔花，很多棋友会觉得这是个后事啊，但是这个棋你下不好，有可能这个会死在里头的。拔花，说实话，你这个也就一只眼嘛，对吧？不是，你连一只眼都不是。说不定这还是一只假眼。对，很有可能是一只假眼。对，就这个棋，你下着下着，你万一就是很多人棋友有可能对这个拔花就觉得肯定是后事，肯定不会死。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这个不一定。我跟你说，你下不好，你下几步臭棋，你就有可能死在里头了。对，所以他现在呢，他是有点迷茫，他围这边呢，白棋跳跳，其实对他这已经有，你比如说你就这么简单围，对他肯定白棋跳出来，你其实这个马上一照过来，你这就有危险了。如果这个棋要当孤棋跑的话，那这个效率就太低了。对对对，就是至少他当初没围那么大嘛，他本来想撑过来。那我觉得现在想想，这个棋立也是有道理的，这一立以后白棋黑棋不好办。不，这一立就是白棋的下把简明了，很简明，很简明了，就是他唯一就是用三目棋换来简明。本来挡住呢，就是这三目棋也不给你。你呢，但是黑棋有一个用劫强撑的下法。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劫呢就要看这边的劫材，我觉得应该这边这个都未必是劫材，这个应该是就看这个地方劫材，因为这地方虚空太多了。但这地方我们就没法讲了，这个我们就像有个很著名的棋书叫发扬论，那空间特别大，全都是虚的空间特别多，这个是一般人算不清楚。这肯定发扬论级别的死活题了。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只能一开始先凭个感觉，先感觉一下。现在黑棋不太好办啊。许家阳是跳。跳一个。米亭下得非常非常稳，就是米亭应该我们说围棋是首弹啊，就从他这个下法我能看出来他对形势上是非常乐观的。就不是一般的乐观，就是相当的乐观，这都是最稳最稳的下法了。这个你已经找不出比这更稳的下法了。这个呢，本身这么走呢，目数确实也是有的，应该是不到十目棋，这个下法肯定是不到十目棋的。十目棋，反正就算它十目棋吧。现在像这种飞肯定是大于十目棋的。它唯一的好处，白棋就是活的完全活干净了。这一活，白棋全盘。就没孤棋了，上面很厚是吧？这边活棋，这里也是很厚实，这肯定是活棋，对，他就肯定上面这边脚也是活棋，就他现在白棋全盘都很厚了，那就是全活了，全活了，就是本来呢，他这个地方还有点说不清，至少是就是黑棋，比如说这种
咱们简单点就打拔，你得要跳这个，总之这个他有利，大概利他只能当后手了，这个就算了。另外白黑棋也有往里头点啊，或者怎么缩小你的空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其实像这种跳，从白棋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想先冲一下的，正常来说这个是想冲一下的。他连冲都没冲，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怕这个，怕人家，他是怕马上来把这个打拔掉。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他但是肯定是就正常的角度是要冲他一下，我们要看看黑棋走哪，因为这个冲下很舒服啊。另外这个，如果你不走，这个本身这个粘也很大，我这粘就是等于我这个子儿就有用了，我就等于收你的气了。嗯，所以说他这个棋他连冲都没冲，真的是，我觉得挺吃惊的。就说明这个米玉婷现在是对形势是相当的乐观，对，很稳。黑棋现在是下面先飞，哦，这是白黑棋的权利，接上飞过之后，哎，他是围了一手、围在这个点上，围在这步棋还是下的不错，这步棋应该比明显比在这围在这儿好，这个就等于白棋相当于是。等于是一下就跳出来了，那他冲也是对，他围在这儿，围在这儿等于是最大，应该是这么说，最大限度的围，最大限度的围了，没有比这个围的更难。但是白棋也可以靠出来啊。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他这个子啊，还是起到这个接应的作用。你要本来他为什么不敢直接围，直接围他怕人家靠出来，对他这块是有威胁的。好，这个现在搬。粘的时候，现在黑棋也粘啊，现在看起来确实黑棋走的这个大飞在这里啊，确实比这个小飞要强。对，但是这个地方呢，白棋就说这地方有点跳，就是你这地方还是有几个打，但是他现在不管怎么说，我先撑住，先撑住，这样子这个头呢也拐过来，很强硬的拐过来，对，还是对中府是有些帮助的。是。应该说这几步交换应该是黑棋明显还是走的是最强硬的一个那个下法。白棋冲啊，这个冲很大。交换。白棋现在就是已经能看出他是要收兵了，这个今天这盘棋真的是没有发生什么激烈战斗啊，唯一这个马上要战斗的时候就双方又和好了。我觉得我给大家判断一下。对，好的，现在判断一下形势啊，这个点点目。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棋啊一直是白棋下的非常非常稳，就是那就是我们下围棋最终还是要看比谁实控多啊，谁的地多才获胜。对，那明婷下这么稳，那应该是确实他捞的实地还是捞的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要来数一数他是不是比对手多，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啊。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出来，假设说这个他这个是肯定活的话，他以后有可能是会搬粘或者搬侯啊，反正总之他这个地方呢是搬粘完你只能并回来，这一二三四五六目棋，黑的这个角是六目棋，这是至少是四目，算你五目吧，十一目棋，十一目两个角，这大概是四目棋，四目棋十五目，十五目，十五目，然后这块上面这个主控啊，这块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有跳的，我们先算它最小的九目、十目、十一、十五，这算不进来，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目，这块围到这儿是肯定有三十目了。那刚才十五目就四十五目，四十五目，然后这块现在我们没给它算，四十五、四十六，我感觉大概围五十目是肯定是问题不是太大，围五十目是肯定不太大，应该改至五十目啊，五十目也有可能，就是现在该黑棋下，黑棋再走一手棋的话，大概五十目会还朝上一点点。然后白棋呢，白棋这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五二十六，这个小也不小，二十八目吧，二十八九目，先算二十八目吧，二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目吧，三十四，三十四，这地方应该加一目，三十五四十。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五六目，四十五六目，黑棋我们刚才说是五十目要朝上一点，对，就是黑棋走完之后五十目朝，那确实还是白棋明显好。那这个看似比较接近，但是可能就差这两三目，对对，就不好追。它等于是大贴目，对，大贴目的话，你这个差，以前我们说盘面八目还细嘛，现在盘面八目就有可能会输啊。
你现在不是盘面八目的问题，如果我们四十六，现在盘目好像又盘面五六目，对，五目五六目，然后你那个又还该摆几下，我们是说黑棋走一个五目，这个五十目出头一些，所以是有点不太好追赶啊，虽然差距不大，但是不是很好追赶。对，是明显是黑棋呢，现在掌目的空间，现在就唯一有变数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刚才周老师给他把黑棋掌目空间已经给他算出去，算进去一些了，算进去。但是白棋掌目的空间没有算。白棋倒是掌目空间也不多。这里比如说他打完之后，黑棋没有走啊。他要飞这个。飞，他是要飞。没有，他是先把这扣掉了。哦，对对，上面先走了一下。这靠一个也有可能是个不问题，说哦，先靠一手，这两步棋是有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手。他本身是希望白棋顶在这儿，这样呢，等于他先手算尝到了，也算满意了。但是现在米玉婷下的这个，他粘在这儿，这个他经过计算觉得粘在这儿问题不大。粘在这儿的意图是什么呢？粘在这儿，他就是他首先补这个袜段嘛，他补在这儿，就补在这儿呢，就是最稳妥了。他补在这儿呢，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些没有想法。这个地方，如果你这个跨完，我现在我这一挤是肯定是先手，你是冲先变成后手，现在下面又白多三目棋啊，哦，然后你自己这还差一目棋啊。你这个目差挺多的，差很多。就是如果说是从目数角度，这地方一出一入差，有可能至少是四目棋。然后你这个味道其实还非常恶，我这个有可能以后我什么跳进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因为我本来那个头是软的，有可能有收气的可能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白棋黑棋本来相当做先手便宜的棋，但是可能不便宜，可能还有可能吃亏。但是现在这一代有没有什么棋？对，就是他就是要看他这一代有什么，但是。他现在走在这儿，这个比如说这里，有袜，袜你我看你也不用袜了，你就直接断嘛，直接断啊！你袜万一他要能吃，那你就更厉害了。我假如说你要能，我要回吃一个，那他肯定应该先断一下。对对对，他大概是不能这样，你我们长你肯定不行嘛，他虎进去。对，他大概你也吃走，应该是白棋问题不大。好像没事儿，这个因为它冲在这儿，这有个冲上。对，关有一个冲，所以这个地方黑棋没有断，你这他就吃就好了。所以这个地方许家阳本身就是形势不利，他这个靠一下，这个按我们粗粗一算，就是这地方差四目棋，这个雪上加霜，可以这么说。这一靠原计划是便宜，先手便宜的，没想到，可能是又亏了。他至少时机不好，他不能这个时候走，他要稍微，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不会去搬这一下。有一种可能性是他有可能读秒了。对，打将。哎，我们说他读秒的时候打将，这个就是为了争取这个时间。确实跟米玉婷下棋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米玉婷下棋我知道是下得非常快，很快，所以他不容易读秒。像有些棋手他下这种什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从来不会读秒的。这个会对他的棋手，另外他的对手就造成压力了。没错。但许家阳应该，许家阳好，我感觉没有米玉婷快。对，应该他没有，从感觉上好像没有。但是会计应该也不差。对，因为他我们说他拿两项比赛都进了决赛、啊。对，两项会计赛。我们说他拿了两个亚军，全是会计比赛。所以他会计应该是还是很有自信的。走完这个，但是从这两步来看是肯定是吃亏了。回来，然后是飞这个为主。那现在就要看中府啊，能不能这个多围一点，最大限度的撑起来。对，刚才我是数到这儿，差不多三十目棋。数到这儿三十目，他现在隐隐约约的要看上一点了啊。哦，没有，他是断上去，哇，这个就是拼命了。这棋我还随手摆了一个挡，没想到他是断上去。正常应该就是挡，正常就应该。这一断，这个他应该是觉得正常下不行。走这儿的话，我是初初一看，他这个扳啊，其实看上去他是要便宜这边，他其实是我看他是跟这有关系。好，扳这里。扳这个呢，就是如果黑棋走这个，那白棋顺手一提，那太舒服了扳。他肯定是要算人家能不能断。断这个地方。那我也是提。这一提，走这个棋呢，我们就能看见白棋有一个这个下法，白棋就贴就行了。先贴。先贴厉害。贴的话，你已经不行，不好办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已经完了，已经完蛋了。我如果立的话，这一虎是吧？对。这个等于白棋 A B 见合。对。哎，要么虎，要么从这个三路打吃。对，如果没有这个棋就你这样立下来，
你没有这个就不好说了。这样他一打，他给你从这儿连根断，这个你就得且算，这个你就未必有成算了。这个好像是哦，黑棋这个反而尝到气了。哎，对对对对，还跟这个确实尝到气了。哎，莫非这个他是想长气啊？你说的也有可能，但人家不是搬了吗？这搬他为什么搬就要断？对对对对，他这里走两步是要那你要这么说，这个是这么一个逻辑，好像解释了他这个原因是吧？他应该是确实要想人家搬，因为搬呢，他正常角度他是一定要断打进来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先搬这一下是很鬼的一手棋。因为搬呢，你正常是应该是只能这个低感总是搬到这里的，应该低感是这个。因为这个，不过刚才周老师也给我们点目了，现在黑棋呢形势是不太妙的，是吧？尤其这里又损了，所以现在黑棋这个断上去也是胜负手。但这个断其实啊，我跟你说，跟这个他也没防住这一下。现在白棋就算搬，他也防不住。还是搬搬，首先是他是不肯，首先他这个是不肯虎的，是吧？但现在大概是他可以虎了，只能这么理解啊。因为现在你也不能走，我这一打，这一提什么，这你我这也是先手。对，那这样就虎了算了，因为这里毕竟还便宜了。那大概这个我们现在把他们这个棋的逻辑现在是找出来了，就是他现在如果断他再搬他就算了，哎，应该是这样。所以白棋呢，这个米一廷也是不依不饶啊，他是发力了，开始跳，跳进去。这一代黑棋啊，中府味道确实不太好。应该是非常坏这个味道。这种棋啊，就是说，很多棋友一定要避免，尽量下这样的棋型。这个如果有一个地方出现误算，我们说这棋就有可能直接就崩溃了。当然是你，它是先长。这一长。这一长就是他要这个和这个见合，如果黑棋补这边呢？如果黑棋我看看补在这里，不好补这棋，他是就虎了吗？他大概也就是弃子了，我猜大概就是这么一打两下就弃子就完了。这个首先延弃我不太清楚，这个延弃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啊。他比如说就先搬一下呢，啊，挤进来，哇，这个有可能有延期的可能性，这得算一下，这个再切算，简单一点就搬这个就行了。这个就是你走我一提，这个反正你到时候再收气吃，这个很好算。如果说因为现在他这是五口气嘛，你是有可能延期的。你挤我粘住呢？你粘住，对，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能不能延出气来，这样我怎么打？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再延这个。有可能延不出，下面几气，一二三四五，五气，不一定能延出来，但是这个不好讲，这个有点复杂。我猜测啊，他大概就搬一个算了，这样他尝着一下也便宜了，我等于让你收气了。对，因为白棋损失并不 不多，就是多搬进来这个两三目棋的这个损失。没，我可以这么，没什么损失，没什么损失，因为我这个地方打，我这地方也涨，你还有收气可能性啊。对，我这个有什么损的？我没有损的地方，所以说白棋问题不大。对，白棋现在选择的可选择的路很多很多，黑棋他这个地方也亏了，但是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你这个靠粘是为了长气，为了长气。现在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是对的，现在应该是白棋，我们说确实是白棋不明显优势的局面，因为我们刚才大致判断了一下，应该是正常的话是大概五目棋的样子啊。他这还亏了，这亏了的话白棋应该是还得利一点。现在黑棋是强行的把这个撑住，对，团住。那这样呢，这边就出现问题了。这一冲，黑棋不好办啊。这个应该就是已经是出现了，中府就已经我们说应该是出棋了。这个就应该是已经漏了。原来呢，封住这里黑棋的给他点目是这个空，所有的空都是算的黑棋的，是吧？现在白棋冲。这个空就被打穿了，但黑棋有个好处，黑棋就是白棋这两步棋啊，你还是损失挺大的，等于本来我们刚才说搬在这儿嘛，你看这个地方白黑棋多吃出多少目，二四五六目棋，对，就这个地方确实它也涨了，
然后另一个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他白棋，如果这个搬不进来，那这地方他也能便宜不少目。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还是算一个转换。只是白棋呢，黑可能黑棋不见得占到便宜了，是吧？对，因为你上面先付出了一些代价。就是本来不是黑棋是想最大限度围住嘛？对，所以说黑棋不能说是一般的下法，黑棋现在是不行，他要占，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给撑住。对，黑棋本来是想把两边都拿到，两边都拿到的话，这个棋可能有可能会逆转啊。现在只围住一边，可能这个。这个还是这个我们追赶的幅度还不够，不，这个还是得一会儿再还是得进行一下形势判断，再判断一下、再判断一下啊。他是然后靠这个靠在这儿也是非常积极啊，这棋正常一点就是顶回去了，顶又看着很清楚回去了，这样黑棋尖住，他觉得还不太满意。这个地方倒是下得很积极。哎，他顶如果断呢？顶你还要断进来，你这个够狠的，你现在还要断进来是吗？你这个我这打还行，我就是我这一吃你还要跑是吗？对啊，他就拼一下，这个拼的太猛了。这个我这个这再一打，你这个形状反正是够，坐等周老师把我吃花。这个东西这一吃然后再跑是吧，这个只能说形状很吓人。我再接着跑这个。这倒是都是一本，再看看这个走，倒是对，接着跑。这样的话，白棋如果虎吃再一顶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状况。那就搬。也挺是的。这个或者我往下贴，贴你这边尖有可能先是吧？虎在这儿，虎就搬，再搬我再断，我。好像我初步看了是个劫，对，你再铺这个是吧？这是一个看上去是有个劫，踢掉再吃吃这个，不是，这是个假的，我这样可以搜你后边，他后面打吃了，这样我可以收你后边，接不归，黑棋接不归，这么看是出棋了，也不行，打，那就说黑棋白棋最简单一顶已经过了，对，顶一个是比较简单，对，这个时候这一串虽然这个手数比较多，但是这个计算起来并不是太复杂啊。这种地方是明玉婷的强项，就是这种直线计算，它算的应该是可以说是又快又准。对，又快又准。你像我这个还得验算半天，他这个我跟你说，一分钟就绝对算完了。所以像这种地方，它是算的是最快的，现在是。然后他是靠的话，应该也是他算清楚了这一期。然后现在在急。急。哦，但现在黑棋还白棋还成了几目棋，成了几目棋，成了几目棋。白棋是成了几目棋，但黑棋呢是有个好处，他这个口封住了。他现在把这个口给封住了。白棋呢也是成，白棋呢会有所得是吧？这个不好判，这个还是得判断一下，我觉得。我们因为这个地方把这里定型之后再点目一下。这种棋啊，我跟你只能说在大致，你说我们这个地方白棋破了多少目，黑棋什么涨了多少目，白棋又涨了几目棋啊，不好判断，你就只能在刚才我们数这块是至少三十目，然后大概还能再围个五六目，那就围最大限度是三十五六目。这样呢你就。黑棋。补了一手，补了一手，又补了一手，对下边有没有什么死活有问题吗？问题不大，没什么问题是吧？比如说尖一个，我团这个形状应该是活棋。那我立是先生，立先生，我能靠进去吗？这个、对，立我只能这边不要了，那边不要了。所以黑棋这个尖还是很还有价值、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说这个地方不走，他先点一靠，一靠，一挡，再一扳。对，死了，利用这个一路的硬腿是吧？对，就是当然这个白棋现在如果立的话，白棋只能不这样，但这个地方就留了个大关子给。对，这一扳下来也有能吃掉这两个子，是一个关子。还可以啊，这个白棋、这边还搬粘没搬，没有搬粘到，对，挺大的这个关子，应该实木其实肯定是有的，但这个立是肯定是先手，所以很多棋友啊，
还是死活问题最严重最重要，对，这是官子问题，所以很多棋友要想长棋，一定要还是先多做死活题，多做点死活题。对，你下的再好，你说我布局下的太很好，官子很好，没有用，一个一条大龙被人家吃了，对，最后关头这个大龙奋死是吧？前功尽弃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棋现在是这个地方确实有问题，这个尖很大，这个尖确实很大，很大，嗯。现在，哟，这么一说，这个地方还有个，这个地方也还有个，到处不好定型。白棋长起来，这个长当然也特别大了。嗯，这其实这个黑棋的空间也是，这个味道是非常差的。对，这个我们看见啊，这一冲，它这补在这儿也是补的是非常的凶狠啊，这等于相当一冲，它都得拐出来。嗯，这味道非常坏。从道理上，白棋是非常想裹，想连扳的。他是没有连扳，那是应该是不行。长的。嗯，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他如果要连扳，他肯定是你走这儿，他肯定是便宜多了。对，看能不能断打。他肯定是断打他牵手提。提，嗯，然后他粘上，然后这个棋呢，能想到的是可以挖吃，走。嗯，这样的话，白棋的这个地方先手还是很多的。白棋。这一带都是先冲过来，嗯，这一带的白棋都是先手，基本上对这个，那他应该是还是算过，应该要正常按理运行的算路是非常快的，他这个应该是还是这样一走，黑棋只能吃这个，你走别的就要打是，嗯，只能吃这个，这样的白棋这个拐打还是先手，对这个先手，从感觉上是有棋啊，但是好像又好像也没棋是吧？对，冲粘，因为这个刚好不入气，哎，这个不是一个扭羊头啊，棋友们注意一下。打吃这边可以拐打，对，嗯，你打这边长，你正好两边都不入气，对吧？这样你这个不入气，对，那所以这里不能搬是吧？啊，但是这个还是需要很好的算路啊，这个要是能搬进来，那就差至少差五目棋是有的。嗯，不，这种地方我们应该是肯定要相信米玉婷。米玉婷算这种地方是绝对最快的，当今世界应该棋坛，他应该是属于这种地方是绝对是第一流的。他没有搬哈，他或者觉得这样子长就够了吧？不，他这种棋，他如果能算出有棋，他是百分之百会下的。那他觉得不便宜，不便宜是吧？他觉得那不像虎，他打过来不见得便宜。对，他就提一下，这样他是下面这目不便宜，他觉得。对，所以他就长。长。但是呢，这个黑棋应该还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棋，我黑的撑的挺大的。你压住。哦，这个我们还是啊，这地方再定型一下，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黑棋是这个地方有多少目了，应该是。它是几的？几这个，这个就开始收购正常的。黑棋也是下得很撑啊，是提棋，然后再爬，它就长，然后是冲，挡住，哇，这个棋，这样我们可以大致这两块数一下。我们刚才说它是就后面黑棋再走，大概有35目棋、36目棋。现在呢，黑棋这个地方是有9目、10目、11目、17目左右，18、19、21、23、24、25、35、36、37、38、39、40、41、42、43，还是涨了不少目。哦，那涨了挺多的。但是白棋也涨了一些。白棋涨了。白棋这地方是1、2、3、4目是有了。上面这爬一下，这地方再长一下也能涨1、2目。5目、6目，黑棋是43，本来我们说大概能围到36至7，大概是差六，大概黑棋不一定亏，我的感觉好像黑棋不一定亏。这个一系列的变化下来，就是黑棋这个下法不见得亏，不见得亏哈，但是也没有便宜很多。对，如果说维持这个平衡的话，那就依然还是有一个问题啊，主要是我们刚才是说。他这个我们刚才没把他这个损失算进去，所以把这个如果说把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如果说白黑棋没什么东西的话，这个地方差了4目棋，差了至少是3、4，差了至少是3目棋，
那你这个总的算下来，总的下来你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对，这期还是不便宜，反正是没占到什么上风，可以这么说。应该说还是我们说的，大概还是，如果说是打个平手的话，就大概还是五至六亩的样子。啊、哦，那还是稍差一些。嗯，而现在不过他现在倒是确实黑棋有个这个官子。对，但现在该白棋下了。该白棋下，白棋现在加。这样，冲，吃掉。这个呢，就是。嗯，这个加很大，这步棋如果不走的话，本来黑棋至少可以尖一下吧，挡一个，接一下，然后挤一个，这个很舒服，不尖也行，这个棋单挤啊，单挤很大，对，这个很大，因为你这个如果要粘回去的话，自己不你要粘过已经陷入便宜了，收刮一下，你肯定是不能粘了，要粘的话，上面一尖一粘都是先手，对对对，这个挺大，这个很大，这个很大，这个官子很大。这个是应该也是接近十目棋了、这个官子是这样。它这个官子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走完之后如果黑棋再拐吃它就可以脱线了，这样等于相当于没让你挤到，没让挤到，对，很大，因为下面也是有一个眼尖的这个一路立的大官子啊。对对对 对, 对，白棋可能判断还是上面更大，对，它是加在脚上、加了一下，这样的棋啊，虽然差距很细，但是却很难追赶啊。对，因为你没有什么这个变数，特别小，棋盘就很快的就没有什么大的官子了。对，有的时候啊，看起来差距好像很大，但是变数特别多。对，那个胜负可能会这个不断的在摇摆，但是这盘棋呢，可能就是如果有一个这个胜率曲线啊，可以看到这个某一方的胜率曲线是很平稳的啊。但是呢，这个棋确实也不能耐，因为如果说是盘面好五六目的话，那个你如果一个失误，我想这个这么说啊，有很多棋友如果上来去跟许家阳收这个官，80%-90%你是肯定是输了这个棋，只是说他跟米一平下他这个官，这样的很高水平的对局当中啊，这个五六目就不好收，是吧？不好收，只能说对，是赢的，就这个时候就赢的难度其实挺难的，这个时候。但是你如果换一个啊，我们说换一个我们电视机前的棋友上来下，那你这个基本上我说你80%-90%就输了，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官子的没收完。对。现在开始收这个了。啊，尖了。这是黑棋的权力点。他是直接靠进来呀。哦，这个棋，哦，这个他是这样子收官的，直接靠进来。我们以为是单立。下得好，这个棋，这个徐家阳这个地方下得好。单立我看懂，他是怕别人，他单立怕顶吧？对，怕他顶在这儿。这个顶如果是先手的话，这样就活了，就活了。因为他就可以补这边。对，这样你靠的时候，再靠的时候。还可以立，对，立在一路，这个地方很细腻啊，很细腻。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棋友值得学习，就是这种地方的，它一立，它可以立在这儿，对，这很巧妙。这样你这步棋就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再一段，这样就白棋还是活的，对，白棋是活的，所以这种地方是很考验你的基本功的。就这个地方你像很多棋友如果不会下的话，你要被白棋这么一下，就至少亏个五目棋是有了，那不止了。他这个棋呢，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先靠，他让你，因为你不能，现在你不能顶的话，我这一扳你就出大事了，这就死了。这个对，这个这就死棋了，不用立在这个，不用立有一路了，没有立就死了。对，你这打吃我就可以粘住，对，是这就已经山冲过来，这冲过来，这你就顶不着了。因为你现在关系到死活的时候，这顶不大，对，是吧？你现在顶不是先手，就是黑棋现在他收完，就是你们来不及这一顶，这所以他没让你顶到这一下很关键，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他现在是尖完之后，他就所以要马上收这一下很关键，他让你顶不着这一下，所以他现在一跨呢，你顶不着这一下，你只能挡、这个，只能挡。然后接下来下一步也很关键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断。那就又前功尽弃了。你断的话，不知道很多棋友有没有看见啊？这个
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棋友就是这时候出一道题的话啊，你能看见应该也是有一定实力了。对啊，如果我没说之前你就已经看出来，那你的实力非常强了。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正解就是立在一路、因为这样呢，我们他为什么要立在这儿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他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你一定要让他这个气仅这两气没关系，你不能让这儿多一气。那你如果吃呢，那他这样他立完之后呢，你走之后他是可以，他不是打在这儿了，他是铺进铺在一路啊，你提提你不过来怎么提吧，反正没有用、你再提过来这成一个打结活了。对，如果成打结活了，这一下子可能那就翻盘了，那就翻盘了啊！当然你确实是可以不补这个啊，但是你这个你要看不见这个，你不知道这个是打结活，你不就被人家翻盘了吗？是。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黑棋如果断，白棋一立，那黑棋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不知道很多棋友有没有看见啊？其实这也是一道题目啊。这个时候我们下的非常妙啊，他这个他是先搬这个，这样呢，你只有吃这个。哎，多少？他现在单立其实也是一样的，现在是吧？他可官子不便宜。但现在单立他立在这儿，你如果现在立啊，你官子亏了，他立在这儿，这样你断不是绝界先生，有可能以后会被白棋粘住，这样你没有他实战的目数好。这样的话就是最佳的。最佳，哎，应该是局部最佳的手段。对，这样你们是没有任何变化，这个地方下来。提，然后再吃上面，这个是真的是最佳的一个想法了。再提，然后再吃，然后确保这个一路打吃先手。这个地方应该说是许家阳这盘棋应该是下了一个这个最漂亮的一个手筋，可以这么说，也是他的基本功吧？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这肯定是其实不难，这种棋 对他们来说。但是我觉得许家阳下到这个时刻，可能。我觉得他也知道自己形势不太好，但是没有松劲儿。对，在这个最后时刻，还是要兢兢业业的把这个争取啊，每一点的可能性，是吧？对，不能对手还没乱，你自己先乱了。对，现在应该就是还是要等白棋的失误嘛。现在应该说还没有到是完全投降的阶段。对，虽然说现在是黑棋不太乐观，但是差距也没有那么大，是吧？没有，还是细棋。一爬，这个爬也很大，这个你不吃我就要爬了。黑棋是靠这个撑，不吃。白棋这两手官子还是很大的，黑棋是吧？这一走，这盘棋也是一个官子教科书啊，官子教科全是官子手机。对，这个长弯，这个长也很大啊，这个长不走，这个一挖，这个很舒服，你只能粘再一顶，全是软的。所以黑棋是为什么收这个？它是这个逆，相当于是个逆收啊，在这个做。上面爬了断。这个棋是爬的断啊。这个地方我们棋友们要可以学习啊，如果正常感觉好像是点一个，但是点一个大概他觉得不便宜，一个这个是软头，另外这个虎吃还能顺道救回这个子，对，他觉得不便宜，所以他就是爬的，爬完之后他这个断也是下的非常的，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手，所以说这种地方应该是这个关子是很难的，爬完这个断是他的硬手，这种地方很难下，对。也是看让你，黑棋两个选择，一个是粘回去，一个是冲吃，一个冲吃，冲吃，但冲吃呢，这个地方它就不是，本来你是应该算它这么打吧的，现在冲吃完之后它是这么打的，先二路恰打是吧？这个应该是一下就差了两目棋是有了。你如果提立吧，你提和立，让它再吃回去，这样跟这个比，可差远了去了，黑棋上面就差了两目棋。下面呢，这差了三目棋都有了。对，所以这个差不起啊，这差实在差不起。刚才你看我们说是盘面五六目，如果假如说盘面五六目，你这差三目棋，你这马上就有可能翻盘了。对，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能错的，这种地方黑棋粘住了。黑棋所以要粘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棋是
再断打这个。里断，这样子黑棋虽然能撑住啊。黑棋是可以吃在这里，对，你这里不能随便，不能这点吃都不行。对，吃哪都不行，吃哪就出棋了。这个地方其实黑棋的味道非常差，对，只能吃回来。但是这样子白棋先手打吃。哎，不，那他先打这一下，他打了一下。哦，他下的很小巧，他这地方更好，这样打更好。没有，他这样他又差，你这样呢？他这个粘还是先手？粘上啊，你又少一目。等于是白棋这又多了一目棋，这多了三目棋。虽然他这地方稍微亏了点，但是定这相当于这多了三目，这多了一目四目棋，下的非常小巧。这个地方，嗯，这边立立，这个是黑棋唯一比较得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你没有把我搬粘回去，这个应该算是撑住了两目棋啊。大吃，把这个大吃了。嗯，把这个大吃。这边小尖，小尖也很大。小尖正常也应该是有接近六目棋的样子，六目棋是有了这个地方。提提，推。现在也是，先慢慢进入这个中小关子阶段了啊。对。也不能大意呀、啊。哎，他是退的。对，这个如果团住是不是味道不好？这个味道太不好了。对对对，这不是不好，是味道可能要出奇了。因为上面这个我们看一下，翻，假如团翻、但是如果说啊，他应该是看见没起的话，他应该会团的，我猜啊。他看起来味道实在太不好了。这个地方我们来，但是啊、我已经看出来出奇 了，是吗？就打吃加就出奇了啊、这个那说明你的基本功非常不错，这个靠在这儿啊。啊，这样我们再说，这样就摆得清楚了。对，这样，这个 A B 剑合，对，这打在这儿也行、，A B 剑合了。哦，打吃这个也可以，打吃这个好像方法比较多，是吧？加和打吃都可以。对，还是你这个好，你这个一目了然，这个、哎，你这个一目了然，所以不能团，不能挡住，只能退，只能退。这个黑棋其实撑的已经很舒服了，这个地方。把这个挡住，还是啊，挡住。这挡住是你收两目，两目是吧？对，你收三目，还有打吃。对对，你收三目，你收三目，这也很大。你收三目，应该其实黑棋应该冲掉。对，爬，再爬。白棋是提提啊、哦，这个也很大呀，也很大。这个长回来，将来说不定还要再画一手棋补。这样。哎，它长回来的话，是不是有袜啊？应该也没有，大概是没有。没有吗？也没有。没有。这样他是，这样他是实弹一冲，这个棋是最后的一手是挡住了。这样呢、是许家阳是最后认输了啊。最后一手棋挡住、是吧？对，这个棋我们还是给他可以给大家稍微再初步的稍微再点一点啊。好的，好的。给大家再点点，一二三四五六。看看最后这个差距究竟有多大啊？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这玩意儿接近三十，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一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六，初步数了一下，白棋六十六。这里数了吗？数了，六十六，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四、二六、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三十三、三十四、四十、四十六、四七、四十八、四五十、五四五十五、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六十九。我初步数一下，黑棋是六十九。刚才六十六，六十六，白棋是。黑棋六十九，六十九，哎，哦，那就排列三至四目。哦，那就是跟贴目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大贴目贴要贴。七目半，对对对，三至四目应该是差距比较明显了，因为贴我们说小贴目应该也输了这一题。不过我觉得许家阳也蛮爽快的啊，这个下到这个阶段没有最后再，就可能每个棋手风格不一样，有的棋手这样的差距，我觉得他可能会坚持到最后数棋。但这个确实是现在是只剩下两三目关子，确实是不可能再翻盘了，很难翻盘了。对，那这盘棋呢，这个在位的名人芈昱婷呢也是。
扳回了一城，是吧？现在呢，双方是前两局1-1战平。那么最终这个第32届名人的最后头衔是归于哪一位棋手呢？还要等到明天才能最后决出来。那么今天呢，这个第二盘还是我觉得这个一场功夫棋，是吧？对对对，和第一盘不一样，是一场功夫棋。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第二盘的精彩对局。那么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还会在这里继续和您分享这个决赛决胜之局，看看究竟是第11位新名人诞生，还是于婷继续蝉联他的这个名人头衔。好的，周老师，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